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 Make 大叔。那今天又再度来到台北市信义区吴兴街的无名面店，这是这一家面店正面的样子，然后它有卖米粉汤。因为已经快要下雨了，所以今天就在吴兴街吃一下。好可爱的狗，好，那这米粉汤一样是那么的浓郁啊。要吃什么哈？老板娘推荐好了，吃我没有吃过的，你记得吗？米粉汤我应该吃过了吧？米粉汤吃过了，肉羹面吃过了。啊，那肉羹面有吃过吗？肉羹面没有。没有。那要吃肉羹面吗？哦，好，肉羹面。好。然后小菜有什么小菜？三点水边肉、大肠、粉肠、生肠。猪肺、猪皮啊，大肠、大肠跟那个猪肺好了。大肠、猪肺。烫青菜有地瓜叶吗？有。哦，好，那一份地瓜叶，谢谢。谢谢。有。哦，这个大姐们都很辛苦了。地瓜叶感觉很新鲜。好，菜市场东西就是新鲜而美味。就是早上先杀掉猪了啊、哦！对啊，温体猪的。就是早上刚干掉的。哈哈，不，开玩笑的。大肠啊，肥滋滋、肥滋滋的大肠。大肠，黑毛猪的。哦，赞哦，黑毛猪的赞哎。好，那用餐区就有很多这个在地的人士在用餐。好，那我大餐就来了。大餐来了，哎，感谢，菜市场大餐，谢谢，好，那就从这个认识我们，因为我就是个好人呐、好，这个肉羹里面就是有肉羹，然后还有白萝卜，然后油这个油葱啊，还是沙茶酱啊，试试看呢。哎，谢谢。啊，很清爽的味道。啊，有点这个应该是沙茶的味道，但是还蛮清爽的。嗯。要加点调味料，有点淡。这应该是乌醋吧。看看我调的行不行啊？好多了啊，口味还是重点比较好吃。好，这个早上新鲜的猪肉做成的肉羹，出厂口味比较清淡哦。但是蛮甘甜的，就是白萝卜跟这个肉的甘甜味。这样加州就好吃多了。啊，有人说喜欢看这个菜市场美食啊，那我当然也会多拍一些，因为毕竟菜市场美食比较便宜。那个有一些太高级太贵，那个消费太多是荷包很伤，所以还是以平价小吃为主了。就油面，然后还有这个柴鱼片的香气，蛮好吃的。好，那分数我觉得是90分，这样大姐们都很亲切啊。啊，当然有一些小妹妹啊。还有芹菜碎，我个人觉得不错，很传统风。就等各位来尝尝看，它算是比较轻口味的肉羹面，比较没有那么重的味道。好 ，OK， 应该算说清爽。小菜上面原本放了
蛮多姜丝的，可是这样会看不到小菜，所以我先把姜丝拿掉。啊，一般这种小吃店最厉害就是小菜。然后这个就是肥滋滋、肥滋滋的大肠。好赞。然后它是黑毛猪的，然后吃得出来就是这个油脂很香，还有丰富的胶质。肥滋滋、肥滋滋，然后配上这个蒜蓉酱油跟辣椒酱，超赞。太好吃了。当然也有猪肺。都很新鲜。好，那猪肺的话就是介于内脏跟肉之间的口感，我说过它这个像内脏又不像内脏，就是类似这种口感，然后有点像口香糖一样，很有嚼劲。然后这边猪肺洗得蛮干净的，没有什么异味。然后它猪肺甚至吃起来还有点甘甜味，然后大肠就很香。肥滋滋、肥滋滋的大肠。然后加点辣椒酱，它味道更加的出来。好吃。那分数我觉得是95分，赞。好假啦。好，再次看起来很新鲜的地瓜叶。好，那它只要嫩就是好吃啊，然后调味看起来蛮清淡的。粉嫩嫩，粉嫩嫩啊，又 K 啊，叶子到茎都蛮嫩的，好不错。好，吃得出来是很新鲜的地瓜叶，好，这个是我喜欢。好，那分数我觉得是95分，很清爽。今天地瓜叶很赞。好，可以试试看，我个人觉得很满意啊。然后调味不很重，然后地瓜叶又很新鲜，好吃。一切都是那么的完美啊，就只是环境小 NG 啊，那但是也反映在价钱上啊，比较便宜。好，地瓜叶真的很新鲜啊，都很新鲜。好，地瓜叶早上才送过来的啦。对啊，早上才送的。OK， 我的150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是猪肝莲。肝莲啊。我就感觉小菜都很好吃。我们这个都拿温体猪的哦。啊，都黑毛。重的，拿温体猪的，马上现杀的。马上啊！现杀的，菜市场现杀的。不是那个冷冻的。不是冷冻的。连大肠的都不吃。OK。保证好吃，有甘甜的这样。我们的东西都很新鲜的、吃得出来，然后又不贵这样。经济又实惠。对，修了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好，就任命这个没有招牌的面店了，就这样看起来破破旧旧啊，不是，那招牌很有历史感的面店。那各位来就祝你用餐愉快，拜拜。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 Make 大叔，今天就来到台北市无心商圈的黑金刚花生，哇，烤地瓜啊，它在无心街215号的前面。
因为前面刚好挡一台车，所以有点不太好照。哦，感觉上这场是红外线在烤的，对吗？红外线远距。红外线的哦。对。好，那我。鸭皮才可以吃。啊，要怎么样才可以吃？皮呀、啊，因为地瓜皮是最营养的。哦，要皮才可以吃哦，可以直接吃皮。碳烤的话，皮比较尽量少吃。哦，对对对，好，那请问你的营业时间是？早上6:30到1:00。早上6:30到1:00，只有星期二嘛？哦。对。哦，因为我刚刚看到老板娘自己在吃啊，所以应该是很 OK 的啊。可以啊，可以吃吃看。哦，那我红肉哦，对，红肉，好好，谢谢。哦，这个黄肉的。今天要红的黄的。那你今天要红的黄的？红的比较酸微甜，那黄的话比较甜比较 Q。看你要哪一个？对，因为黄色的话，超烫，到下礼拜就差不多了。那黄的。好。你要40还50的大小颗？好，要几颗？就差不多要没了的意思。哦，好烫啊，又烫又好吃啊。血欧腾腾血欧腾。可以了是吗？2颗。好。可以吗？可以。好。然后超级烫，又烫又好吃。啊，就证明这个标志，个人觉得蛮好吃的。好，老板娘，那我要买一个红肉的。你要红的呀？哎，红的。就刚刚给你吃的是黄色的哦。黄，我知道。哎。红色的，红色是微甜哦。哦，好。你要哪一颗？好，那那一颗哈。哦，好。好，来30。那多少？30。哎，好，谢谢。啊，不用。好。谢谢啊。蛮好吃的。那这个地瓜是金山的吗？金山的要10月份才会出来。哦，所以这个是南部的。这个是云林水那个追拿的，水林的。哦，哦好，谢谢，嘿，谢谢，嘿。好，那老板娘介绍很清楚，红色比较微甜，然后皮就可以直接吃啊，这样蛮赞的。纤维质刀刀，嗯，好烫。红色纤维质比较多啦。红色纤维质比较多，黄色的话它是地瓜香。地瓜香，嗯，对，没错，嗯，好吃。好，今天幸运啊，两种都吃到，然后分数我觉得是90分，蛮好吃的。连皮可以一起吃，就是这个蛮健康的啊，修腾腾修腾腾，然后古早味蛮好吃的啊。好，老板娘剥了一个黄色的让我拍，哇，好烫哦，比较绵，很好吃啊。不过就像老板娘讲的一样，我觉得目前红色跟黄色的比，目前我觉得黄色比较好吃。那再剩一个礼拜，那个黄色就暂时残季结束，目前黄色的比较好吃啊，比较绵，然后比较香，黄色的啊，赞。好，就证明这一摊黑金刚花生现烤地瓜，个人觉得老板娘还蛮愿意讲这个地瓜的知识的。那各位来就祝你用餐愉快，拜拜。好，那各位好像也蛮喜欢逛菜市场的，那今天就再逛一次。这个吴兴街菜市场小归小，但是东西蛮多的，就走半圈好了。我觉得走半圈比较精致。OK。哎呦，这个熟食哎。这个先出汤啊，再用菜，来再用蛋，再用出汤来后边。哦，又有音乐伤脑筋啊！这个小菜看起来不错，还有这个榴莲呢。榴莲，榴莲，榴莲，榴莲。可怕的榴莲，不是，爱吃的朋友还是觉得很好吃的啊。啊，根据这个卖地瓜老板娘讲说，这一摊的这个水果很好吃。啊，那就走到刚刚这个卖烤地瓜的老板娘。啊，这个是醉鸡腿、油鸡腿。包子馒头，好像每天出来的小摊会有一点不太一样。这个好吃，这个哪一个？这个好吃。你问我又不准，因为我不吃的，不吃的。
啊哈哈，内衣内裤啊，啊这个是炸物的。啊，青菜、水果。啊，这边地上就很多这个竹笋呢、啊。甘蔗鸡、盐水鸡，第二摊卖鸡肉的。大溪豆干，嗨，哦，以前我都跟这一摊买这个玉米啊，南瓜看起来很漂亮。这个是生的鸡。啊，这个之前有拍过的2326炸物美食，啊，之前有拍过了。啊，这边是卖这个，啊，蔬菜水果，哎 ，OK。啊，在这边是坚果类。啊，其实快下雨了，所以我今天才在这边拍啊。哦，这个是卖这个水果干，小卷，嗯，但这个应该是要炒过才能吃。啊，这个之前有拍过的阿红润饼。哇，水怎么那么大，吓死人了。哇 ,Oh my god, 比我的拳头还大嘞，那么大嘞，哦，吓死啊。啊，以前过年的时候都在这一摊买这个猪肉片，这家猪肉片还不错，蛮新鲜的。蒜头、大蒜、姜，哦，这个白带鱼很漂亮。啊，鱼看起来很新鲜。那这个不要给我金线好了。关庙凤梨，啊，这边又是卖大蒜，啊，这边是卖本地黄牛肉，啊，这个是沙巴鱼，无刺丝木鱼，啊，希望这个音乐不要对我有影响，伤脑筋。台湾菜市场的日常，这边也是卖这个艾玉啊、仙草这些，还有一些生活用品。然后这边就是一样有哦，很多卖菜的，卖菜、卖水果、卖地瓜、玉米这些，啊，还有一些玉器，应有尽有。拉拉山现采木耳，啊，这个之前有拍过的卖鸡肉的老板娘，早，哎，好，那就这一车就走到头了，好，那再我就要走回我停车的地方，这边我就会稍微快一点。
价钱跟那个肥刀一样。下次有机会再拍右边这一侧的摊贩。哎呦，啊，这一摊卖鸡肉的不错啊，我煮鸡汤都是跟这个老板娘买，生意也很好。好，那这个就是刚刚吃过的面摊，因为刚刚那一段有很热门的音乐，所以只好跳过了。牛三宝，我的水怎么都那么大坑呢？好了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这老板娘笑起来很好看，充满了福气。谢谢，啊，红蛋、咸蛋。啊，这边这一侧我就从来都没有来过了。蛤之乡。这边的鱼也很新鲜啊，哦，看起来不错。好，那各位来就祝你逛菜市场逛得很开心啊，祝你有愉快的一天，拜拜。